伦和蔡依林同时出席在上海举办的某音乐颁奖典礼，蔡依林在当晚连获三奖，分别将年度最佳女歌手、年度十大金曲奖及最佳舞台表演奖收入囊中。蔡依林当晚的造型非常性感撩人，身穿深 V 露背开叉礼服，大秀美背美腿。而作为当晚的压轴表演嘉宾，周杰伦被网友发现发福不少，不知道是不是主办方刻意安排，想看到两人世纪同框，安排了两人先后登台表演。一前一后登上舞台的两人最终还是在后台擦肩而过，虽然没有同框，但是现场记者在采访蔡依林时还提到了周杰伦。蔡依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己正在准备自己的新专辑，找到了五月天的阿信帮忙写歌。要知道蔡依林很多金曲都是周杰伦写的，记者当即就问到会不会找同场表演的周杰伦帮忙写歌，蔡依林则巧妙地避开尴尬称，你们帮我邀。作为当年